哎，谢谢老师。哎呀，我们这边又下雨了，然后今天呢整点小海鲜回家做个热乎乎的汤面吃哈。啊，好冷啊。八个。啊，八个吧。来八个。嗯，好，好了。这什么螃蟹啊？没吃过呀。没吃过。不是生日，就是想吃蛋糕。多少钱？199。嗯，谢谢。赶紧回家做饭吧。吃完饭吃蛋糕。자기야내가금지를할게자기그쪽으면채소쓸거준비해行맛있어白菜先切后洗，洗菜槽被煎到正用。미리전화해야지우리이제금방들어왔어응사람되게많더라青狗背跟扇贝啊先烫一下哎哇我们家粉丝借来的粘豆包哎呀맛있겠다谢谢粉丝给我们邮了那么些东西还有干豆腐还有烧鸡给你看谢谢啊上来就白菜料我的天哪烫一下就行煮那个水还用吗用用这个这么鲜的水不能扔啊这都开了呜、哦、这肉好大好肥呀扇贝你看带黄的也挺难看跟之前的拳头一边大了嗯这种地方有杀手找到了之前爸爸的一半儿嗯热锅冷油我可以多倒一点葱花现磨的肉末把肉炒香辣椒粉细的辣椒粉肯定要来一些了咱们开一下抽油烟机然后炒酱油糖糖洋葱胡萝卜刚才煮青狗贝的那个水白菜哎呀这白菜一煮它就缩水了没那么多养殖的松茸木耳没有蚝油拿什么代替呢拿米露我饿了小伙伴们虾鱿鱼圈之前点名要一个扇贝我就给他一个最大的青狗贝它要两个给它两个大的多来一个吧少一个勺子尝尝味道来点盐哦辣啊金老说还缺辣这不得了吗香迷糊了蘸白糖吃太是那个了粘豆包嗯그럼좀작고해주다哦啊下面爸爸差不多了
이게 좀 가야는 짱을 가는. 봐봐. 뭐 가가 뭐 잘 안 된다더니. 해물 짬뽕. 응. 예. 하이신 짬뽕. 하이신 짬뽕 하요. 좀 따야. 벌스베 신 장차. 그냥. 요 치우셔. 뭐 시관라 이제는. 내 입안에 먹었는데 그런 소리 하니까. 응. 한번 먹고 볼까 해. 응? 전화 깨 넣었어요. 말래 뭐. 쇼로만 사나? 我自己上了。好朋友们，这两天天天吃肉嘛，肥的肉，吃点海鲜。挂油。看你们。嗯。吃一口。哇。真肥呀！真肥呀！太肥了。哇，真大真大。肥的骨，这圆骨圆呐。我得这个得吃。什么呀？还有馅呢，跟汉堡似的，里面还有馅呢。那是黄。黄呀，哥，跟汉堡差不多，你看。嗯。哎呀，哇，真好啊！粉丝送的，粉丝送的这个。啥呀？豆花。豆花馅。물맛있어요언니？嗯。국물。吃了很多回扇贝啊，没有吃过那个没有沙子的，今天看看有没有。没有，我这个没有。嗯，好烫。哇，多高呀！啥样的塞的？啥样的？海鲜还是？海鲜是买的。是活的。아니다살았다한단말이야。那你不会看呐？它动就活了，它它啥都不动，不喘不喘气儿，它就死了。它卖的时候这样。你看啊，它活的，이렇게또그초한지했단말이야。哪个？有没有不能吃的？都可以吃，这个没有。국물도다국물도맛있어요오정말맛있다응너무맛있어진짜맛있어진이빠져있어새우가달아사주니까먹을때方便진이앞에묻었다응응응妈妈，怎么感觉有点少呢？少하다고你그거다먹고엄마가서프라이즈줄거야응엄마你무슨면少하다고야그것만다먹어야너무맛있어가지고맛도없어그냥먹을때치지너무잘먹는그럼안먹어엄마케이크사놨는데응케이크사놨는데你看眼睛都大了。무슨소리야그마마진짜국수가밥만먹으면더맛있겠다밥만먹어국수도먹고응콩나물도있어맞아숙주나물이야응면吃完了아이마너왜真快哎呀，这泡太多了，这边一人两他妈的，这个还饱啊。我感觉这白菜比较好吃。哎。啊，这么多菜。够够多的。哎，这么多菜。哎，没治了，真爽啊！这么吃以后蛋糕能吃吗？조금만더먹어야너무잘먹는거아니야국수다먹고밥까지나도국수다건너간다아이고야에먹겠다포饭吧포이바先啊아이국물진짜다면이야면条米饭鱿鱼还有这个松茸黑木耳都有这个有点高了。他又高了。你是不是吃太多了？
선수는 밑에서 좀 땡겨. 나. 나야. 작아졌나. 가버려둬라. 아, 이거 내가 좀 늙어야지. 아, 치가 먹어둬야 돼, 제가. 天冷的时候一定要试这个，哇，太爽了。那玉米一分两文，那个有点辣。嗯，那个有点辣。我们几个吃，我就不够辣的，我们加辣吧，这是。哎。东北粘豆包。啊，真是东北粘豆包。哎呀，我们在南方。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姥姥今天吃太多了。我们在南，我们在南方吧，哈，这个。我说话小声吧，听不着。他妈老子人可能说是，在南方吧，这个吃的几率概率少啊，是不是啊？南方跟我们那一个，就是东北，东北粘豆包。辽宁锦州的粉丝有的。我以为这个是那个。谢谢粉丝。哎呦，哎呀，谢谢辽宁，还有豆沙，锦州的朋友。哎呀，这个。咱们这里有卖的吗？这玩意没有。东北特产店开也行，是吧？不好买。对，不是每次都有。大锅里喝起吧，我们过去吃吧。姑娘，你血气都不来哦。你整个姑娘给他弄到的。弄个三光。鲜花飘飘。又开始了。要먹어도안먹어도就陪你吃了。哦，맛있다이거。老早当过呢，이렇게이렇게当过부드럽지않아아그치그치안그래这个中间是当那个冰淇淋，老好吃。搁云南的呀。这个嘛，对。那他먹으면서뭐跳刺儿呢？刺儿있는거야当过。葡萄气色。啊。气油해가지고다뽀송해졌어就那个来一口。太饱了。